LV 很期待。大家进入到花圃的时候呢，可以有遇到什么问题，都可以请教这一些花圃职工。那他们都有着制服，这个都受过专业的训练。大家以这个办喜事的心情，让我们台中花圃成为台中人共同把台湾的活力呈现给全世界。这也是一个城市改造运动。那我们会留下非常好的展览馆跟相关的这硬体设施。那也会留下来最好的一个实力，就是我们打造台中城的志工城。台中花博是AIPH 国际认证授权主办，你要申请，你就要符合它的规章。所以台北花博是一个受惠的花博，台中花博也是一样。全世界都是要按照这个规定才能够申办。所以2012那时候，我想是前市长他的任内已经开始申办，就是表示会遵守相关的规范。那因为这个收费会维持一个世界级的博览会的水准。那么我们已经尽力的争取到台北花博更好的一个权益，就是让我们台中市民可以申办花博卡，那可以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。而且这个花博卡也有很多其他的优惠，再加上它可以转化成未来我们的市民。而刚好呢，我们承办票务的单位呢，其中之一是台北市悠游卡公司，所以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这个降低它的一个成本，却可以服务我们市民。那大家以爱护台中的心情来把台中花博办得